这就是厚德呀，了不得的事情啊！啊，这就叫什么呀？反作用力，低则是高也。所以，人生真正的快乐始于爱惜其他众生，爱惜自我是一切障碍苦难之本，爱惜他人则是所有安乐功德之本。这叫能量学的反作用力。啊，你要处处爱惜自己，那自私的表现。我们要有，哎，大公无私的念头，这样才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我发现了一个夫妻命运的密码。男人是命，女人是运，男人仁慈，女人贤惠，就会变成运命。这告诉我们转变自身能量，男人和女人自身能量场的改变。男人要做到什么呀？仁德慈悲。啊，女人要把自己变成什么呀？贤淑惠达。贤惠呀，所以古人讲什么呀？啊，家有贤妻，丈夫不遭横祸。这是一个家庭讲到男子之德、女子之德。要是男子做到了仁慈，女人做到了贤惠，就会改变，就会变成什么呀？运命。我们大家对命运耳熟能详，都认为人的命天注定，命运是死的。那男人呢，称为命，女子称为运。运和命的它这个区别在于，女子出生在娘家，葬在婆家，所以女子属于动态能量，称为运的场能波。男子立足于家庭祖宗之血脉，所以称为命。当男子能做成仁慈之人，女子能做成贤惠之人，自然呀，阴阳互惠，能量相生，就会变成运命。这个人的命啊，就是活的，不是死的。啊，命运是死的，运命是活的，合起来就成了好命好运，家里必兴旺发达，子孙贤孝。这个非常关键。啊，很多家庭现在都是什么呀？是命运，命在前面，运在后面。很多男士大男子主义，轻视妻子，对妻子不能疼爱有加，在移情别恋，弃妻抛子，下场都是非常惨烈的，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好下场。啊，我们从古至今，我们可以去看，凡是抛弃妻子的，下场都不好，例子非常多了。啊，这例子都不需要我举，大家可以去看，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啊，弃了妻子是违背阴阳之理，抛弃了孩子是断了祖宗血脉。这个场能就断了，你的这个波就出现负能量波了。那，这个是非常可怕。啊，要想子女贤孝，家里必兴旺发达，男人要做到仁慈，女子要做到贤惠。男子的仁慈不在于外面，而是在对于家庭。你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妻子、子女，能不能做到仁慈、尽己本分？我经常在讲，你可以不行善事，最起码要停止，不要再害人就行了。作为男人，不懂得做儿子亏孝，不懂得做丈夫亏责，不懂得做父亲。作为女子，不懂得做女儿，不懂得做妻子，不懂得做母亲，上害父母，中害丈夫，害妻子，下害子女啊！这种例子也不在少数啊。
我们只需要把自己本分做好。要不我经常和朋友聊天，我从来不讲治国，只讲齐家。为什么呢？齐好了家，给国家不添乱，就是最好的治国。我们把孩子培养成到监狱去了，那不是害国吗？不是害祖宗吗？我们这离婚呢，你说你结婚通过民政局多好，你这离婚通过民政局或者通过法院，这不是给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添麻烦吗？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为什么我要讲到男人的能量和女人的能量，男人的上等环境能量和女人的上等环境能量对一个家庭影响这么大呢？我们看下面这一段，古人讲，孤阳不生，独阴不长。孤阳是不生的，独阴是不长的，只有男子和女子结合以后才能顺则成人，才能生孩子。啊，现在就是男女结合能要孩子的不要孩子的都非常多。为什么呢？大部分都是婚前感情泛滥，要不然就是打胎所致，把子嗣都断掉了，要不了孩子啊。所以古人讲，孤阳不生，独阴不长，顺则成人，逆则成仙。顺呢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结婚了嘛。啊，结婚最大的头等大事就是延续后代呀。啊，逆则成仙。你看我们看到道长和尚都出家了，包括修女神父，这是逆了，逆他要成仙成圣的。这是我们讲的出世间的圣人。在世间的圣人就是孔子孟子，属于在世间圣人。出世间圣人就是我们所谓的佛菩萨。啊，成人者，夫妻一子一女就是好字。我们都知道古人创造这个字，从伏羲大帝创造太极八卦，就是阴阳，阳代表男子，女代表阴，代表女子。我们看到最明显的一个字就是好字，什么字就好了，一个女一个子和子合一块就好了，女子代表的妻子，子代表的男丈夫，合一块就好了。啊，逆则纯阳纯阴，纯净纯善，神仙可成。啊，你想成圣贤，出世间圣贤，那要逆还要纯阳纯阴啊，啊，纯净还要纯善呀，你才能神仙可成呢。还要，要是正儿八经要出家，还要断绝这个男女关系才可以的。啊，这是告诉我们顺则成人，啊，逆则成仙，改变我们的能力。啊，那再加上我们看到下面这一段，就告诉我们了一个现实的问题了，一个反问句了。问什么呢？人的富贵是天定的吗？很多人都会说，哎呀，人的命天注定，我这命不好，我们家祖坟不好啊，我这人没福报，我们家住宅不好，说了一大堆。你要让我告诉你的真相啊，是你自己不好。人一出生都是好命，没有坏命，至于不好，是你思想坏，存心坏，行为坏，所以你现在不好了。啊，那人的富贵是天定的吗？长寿是天定的吗？难道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吗？说这个人一出生是神长，那个人一出生是部长，这个人一出生是乞丐，这是假的，我是不相信的。没有这么一说。啊，真的是没有这么一说。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细想想，你说讲八字，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太多了，为什么命运不一样呢？是不是？我们再回头想想，说属相，全世界只有中国人讲属相，亚洲人讲属相，那别的国家讲星座的，是不是？所以这个理上说不通了。啊，你说讲墓地风水，那有很多人还火葬了，挥洒了，难道他的家族都断子绝孙了吗？没有啊，这不能迷信啊，我们要理性的去看待能量场的聚集。一个人他的能量强大与他葬的墓地好坏没关系，而是与他对这个国家社会所做的贡献是有关系的，这个我们要清楚啊。你说周恩来总理能量强不强？毛主席能量强不强？太强了。孔子能量强不强？佛的能量强不强？强到基础了。啊，即使你把他的像毁掉，全部给他打碎了，他的能量都不会因为你毁坏而减弱，反而会增强。所以能量上等能量和环境不会因为人的破坏而减弱，是完全不会的，因为它是这个地球宇宙之中浩然正气。